嗨，大家好，我是凯妮，我是 Sarah。嗨嗨，欢迎我们的大来宾莎拉。嗨，欢迎光临。谢谢。我是大来宾哦，我以为就是来宾，没有，很开心啦，来我们频道的都是大来宾，好不好？谢谢，真的好久不见，莎拉，大家好，好久不见，对，记得第一次邀请莎拉来频道啊，好久，我们看一下几年前了，有没有疫情前？对，很久。对，这一次真的很开心，终于帮莎拉化到妆了。真的，我终于让凯妮老化到妆了，整个就是超喜欢我。今天整个长得不一样，跟我平常长得不太一样。今天就是你整个，我看你也真的是蛮不一样的。是你画的，你把我画，你画把我画成不同人。画完之后我都谁呀、啊？对啊，自己都觉得怎么跟我看到的莎拉不太一样？因为我平常画都还是照着自己的五官去画，但你刚刚修的时候感觉有就是把某些地方在做了变化，我现在看起来就是很像外国人。真的很开心啦、啊，就是凯米有约就请很多我喜欢或我欣赏的、不管他是 YouTuber 啊，或者是艺人明星来给我化妆，因为我真的很欣赏莎拉，就是她对于美妆的热爱是不变的，真的。然后她对于那种产品的那种叫热忱，我可以从你的那个影片当中感受到你那个叫热力耶。我的荷包也有感受到我有多喜欢彩妆，就是现在就即使没有在画欧美妆，但是其实欧美现在出的很多新的品牌、新的眼影盘、我都有默默的在手。原本今天帮莎拉设定就是要比较偏欧美一点，韩欧美这样，亚洲很欧美。然后呢，我就想说帮她戴那个很标准的那种欧美假睫毛，跟砰嗨开，结果发现因为莎拉变了嘛，她开始走气质路线。真的，不过今天这也是一个气质欧美，对，就是今天还是有一个就是辣妹，辣妹感，有质感的辣妹。对，但说实在，其实欧美，你如果现在去看他们的影片，他们也是越画越淡的。对，现在已经很少人就是在走我以前这种超多颜色。但我以前化那个妆，我还是会走在路上，就会把路上所有人都吓死。然后他们看着我，我就觉得。一定是看我超美 ，OK， 就殊不知是想太多，对，有可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帮莎拉化的这个妆的细节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刚刚的精彩化妆过程。好，我们来看莎拉的化妆步骤。莎拉是干肌，所以呢，妆前保湿非常的重要哦，一定要做好滋润跟保湿。那今天选用的底妆是柔光肌密水润气垫，它的保湿度、亲肤性、贴肤性都非常的好，适合这种高拐的肤质哦。那今天用的这个工具呢，都是用一个小刷子来做点压的动作，然后呢搭配我的奇迹粉底，再次的加强全脸的遮瑕度。那眼下部分呢，我们要用校色盘来处理眼下的一些暗沉跟色素的问题，用一个比较珊瑚色、比较亮的蜜桃色来提亮眼下。那今天的定妆要用这个最新购入的日本的资生堂的这个蜜粉来做定妆，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致。哇，定起来的效果真的很漂亮。接下来进行到眼妆的部分，我们先用眼部的打底膏做一个打底的动作，然后呢用比较橘棕色系做一个眼窝的效果，再用比较白色的雾面的呢来做提亮眼中的动作。接着来画眼线咯，我们使用 MAC 眼线膏做出拉长眼型的动作，眼尾延伸，眼头拉长，让整个眼神看起来更时尚哦。那今天拿出我的这个新货 Eason 的眼影盘雾面的大地色系来做眼窝的渐层处理。好，接着呢来夹睫毛，然后呢做睫毛的打底。那今天的睫毛处理的要是非常的自然，所以呢我们使用的是单珠的假睫毛来做整体睫毛的密度的排列，一根一根的贴上去。接着我们使用女王蜂特浓睫毛膏来处理下睫毛的部分。好，接着呢我们来描绘眉形的部分。再来呢，眼中的提亮很重要，会让眼型更立体，还有别忘了上下眼头也要打亮开光哦。好，最后呢我们来做轮廓的修饰，加强底妆的层次感，然后呢使用一些比较淡色的腮红，然后颧骨的提亮。唇色的部分呢，我们使用裸棕色系来描绘唇形，使用一点珠光来让唇妆更立体。
好，妆容完成，哇塞，不一样的 Sarah 展现出时尚的气质，是不是很漂亮呢？是的，有没有很搞纲？哎，你听得懂台语吗？一些，如果太难的话，我可能会问。搞纲听得懂？搞纲听得懂。不过你真的太用心了，我真的他跟你全程核心用力，非常认真的在帮我画。因为莎拉本身就是你很喜欢化妆，也会化妆，也懂化妆。你压力大是不是？对呀、啊，也是会啊，对不对？帮你们这些女孩们化妆，我也是压力颇大，好不好？谢谢。不能输，你知道天蝎座不能输。哎，真的，真的。就再怎么样也要来一个，就是说证明我是大师。真的，他刚刚真的是全神贯注。今天帮莎拉上妆有一个小工具，欸、真的，不能这样卖。他超从头到尾都一直用，我就一直看着那只，然后我原本想说我，因为他很专注，我就不想问他问题，我就是最后还是忍不住，我原本想要自己猜，但是我想不出来是哪一个。这是郑轩墨老师的，然后这其实是一支腮红刷。对，它上面写 blush brush， 然后就是拿来就是上那，像我今天帮你用的是，噔噔，有我们自家的气垫，因为它比较保湿。这个我年度爱用品也有，这个超好用。因为我知道莎拉是打亮控嘛，所以呢，我就拿出了我目前为止觉得打亮的天花板是这一颗啦。真的假的？我觉得这颗我是走比较自然一点， Rare、但是这颗什么？你走自然？没有，再说一遍。气死！我现在就是走一个就是。亮，但是又是有种内在。这不亮吗？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可以吧？这个真的超亮哎、欸，可以吧？其实我有买这个，啊、而且它一开始都缺货。对，我买的好辛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能带出门，像我有时候出通告，对不对？一定碎，真的假的？所以这不是第一个，这我的第三颗了，同一个颜色，我的第三颗了，好可怕哦！一定碎我会很难过哎，我真的好。对啊，我觉得这还蛮推的，而且是很美，就那种珍珠光，但是又很细致的感觉，对，闪爆亮的颜色。好的，回去。然后呢？亮爆。对于这个美妆控，然后已经尝遍世界各地各种新品的人，居然也有莎拉不知道的产品，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噔噔，这一盘眼影盘、啊，这个牌子呢，就是一个美国专业化妆品，他们的一个团队研发的一个副牌，他们都是走色彩类。你看这个包装，很酷，对不对？酷的，就是很新颖，很新颖。然后呢，就是我知道，我一拿出这一盘来，哇、哦。对，就想买，莎拉一定会说，什么都不用说，对，我要。原本我们就是画的快睡着，就这盘一拿出来，莎拉就，我刚刚眼睛就，哎，是谁？这是哪一盘呢、啊？我就开始猜，我就马上问他是居委吗？然后他说不是，我想，但今天用的不止一盘了，今天帮你用，对啦，虽然说看起来不会太浓。对，就这样。可是其实今天有六盘眼影，用超多。还有这一盘，听说你有买了第二盘，这个噔噔，哎，这个其实你知道吗？我这是第二次用、啊，真的假的？对，结果你也还才刚用、啊。整个这种每一盘轮廓阴影，没错，觉得这盘真的是要两种质地嘛。对，所以呢，我今天帮莎拉用的眉毛是这个，这样哦，对，把它当眉粉用，没错，对，是很自然的颜色。嗯，当然今天莎拉来呢，就特别请她准备了一些，你知道。对你特别有意义或者纪念价值，或者是呢，就是最感动的化妆品。其实我平常都没有就是机会去讲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默默的，就是有那种过期八百年就应该要丢掉，但是我丢不掉的东西。丢不掉的东西，我先来讲一个珍藏 Ofra 的比佛利山庄，这是他们很早期的包装、欸、对，但是现在你还买得到。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还是脑袋有点停留在它是就是打亮之最。对啦 ，Ofra 的打亮确实是，它那个密度、那个底色跟渐那个它的那个渐变的那个、光泽的细致度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它超贴肤。嗯，对，而且这个是应该过期了吧？超过期，老师，等一下手可能要会烂掉。等一下开始有点痒，就帮我。我就觉得大家有点忘记这个品牌，很可惜这样子，因为它真的很、欸。真的买回去，搞不好他们再过十年高价收购这一盘、真的吗？哎、欸，那继续留着，继续留着，就不丢了这样子。好，还有呢，还有呢。好，那我再拿一个这个好了，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认得它。我知道，这个是 Physicians Formula 的 Butter Bronzer。嗯。欧美群的朋友可能会很兴奋，但就是现在的一些小朋友就是啊，然后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什么包装怎么长这样？就是这个美感在哪里？但 Physicians Formula 他们就是
美感欠缺。对不起，他们的包装我每次都觉得怎么会长这样？但他们这个收容盘。超美，这也过期了吗？对，一定过期。我今天好了，有一些我今天说带有意义的、有回忆的，不是叫你带过期的。其实我没有用过。对，它其实颜色很淡、嗯，所以它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人会喜欢，你就是淡淡的上、欸，它会给你一层，对，它很自然。这个是我的打亮哎、欸。哦，是这样吗？因为我比较黑，我觉得没有到，在我手上是 没有到打亮，我觉得顶多蜜粉。对了，对蜜粉，蜜粉，对对对，对它颜色其实就是。只有一个，所以它之后就有开始 expand，、哦、就变成更多颜色。所以你就是用它，就是做一点那。对它只要我感觉 bronzer 的感觉。对它就是 butter bronzer 这样子、嗯。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很爱它的味道，它有一个那个 coconut 椰子，对椰子蛋糕的那种味道吗？炼乳椰子，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传统小时候的椰子蛋糕。对，然后很比较淡。嗯所以我超喜欢这个味道，我就是上的时候就觉得好爽。好，看一下下一个。那下一个，我这个算是最近的，只是我觉得它让我印象深刻。嗯、没，这个冷门到不行，我想要在这边再推它一把。这是什么？这个是 Make Heal， 它是那种看起来是在保养的角落，然后会长灰尘的那种品牌。我在日本买它的时候，它就是上面一层灰尘。我看它的试用品。有没有吓到？对，这是什么？这粉底？对，它是粉底，然后它超好用，干肌，爱死它哎！哦，有，我感受到了，润，它那个油润感是有的，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太油润，就是不会浮在脸上。它很巴，我已经感觉到了，没错，是不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很粘着哎，没错，它很粘着哎。好喜欢，而且持妆度很好。因为一般那种，干肌用的粉底啊，要么就不遮，要么就是很油。对。然后你一用就整个就是浮粉。没错，对，就是那种感觉。天哪！其实老师，你最新的那一瓶粉底跟这个有点像。嗯有就是很扒皮的那种，对啊、哦，我要买，真的，而且我要让大家，它会收哎、欸，它会收，你可以收哦，你的脸可以经得起，可以收的粉底。我妆前保养会努力做，对，它还不是那种，我妆前一定都还是保养，不管我今天上的是什么粉底。對對對好，那这一支跟你之前影片推荐的那100多的那一个，哦。怎么选？那支是那个嘛，KOL 爱用品。对对 ，KOL 那一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它好用。真的、哦。对。好，包色包起来。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颜色可以包。好，对，还有还有。就那我就再顺便带到这个好了、欸，这个就是没过期了，没过期。讲一下讲一下，这个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了。Bonjour。我记得它是念 Bonjour。Bonjour。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我走遍世界各地已经。暂时没有看到他了。真的，对哈，我没有在出国，所以你真的很会找东西耶。这是我的。你几岁？你都找那些我小时候的东西耶。网络上，就我今天带来的都会有一点年代感。虽然说跟他比起来的话，他就很久以前的嘛，就是他还是略胜一筹。他没有那个，他没有那个八脸的感觉，但他服帖，然后就是很保湿。然后就是干肌的人，我那时候干肌用也是觉得很 OK， 但当然现在跟现在很多新科技比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没有说特厉害。哦，有了，就是润保湿感，对对对，很明确。而且你这还有中文标签。对，我真的应该他说没有过期，他说没有过期，对，对方说没有过期，而且全新，全新。哎，等一下，那为什么会有中文标？这是好问题。所以代表还是有人在经营它。是有可能。不然怎么会有中文标？对啊，而且它上面的那个日期，等一下，2017，什么意思？所以等一下，保险公司没有过期，保险没有往脸上。对、啊，哎、欸，你过敏最近不要擦哦。真的哎、欸，我只是就是因为忽然间想到有，就是有记忆，就是对你有，就是你的人生找到适合自己的第一瓶粉底嘛。在这之前，我以为我自己不能擦粉底。对，我真的以为就是因为就是台湾的就全部都是超控油，然后就是超级干。好，还有吗？没错，其实有一个啦，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比较非常私人的东西，就是 Make。嗯，哎、欸，这都有年代，这个 Make 这个包装，你认得出来它是哪一个时期的包装吗？我认不出来。哦，它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它有一阵子其实算 是、就是全黑的耶。对，哦，这个颜色真的是我20岁的。第一支唇膏，然后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买给我的礼物。
对，这么有，然后就是这一根，就是它，就是它，对，它过期到一个不行。就很恐怖，可能也我试射在我手上好了，好，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谢谢你。要长什么东西长在我手背上就好，哦、是饱和的，而且是荧光，对，死亡芭比荧光，死亡珊瑚色。天哪！我以前就擦它擦得很快乐，但治它之后我就开始狂买口红。谁知道这真的很有纪念价值，连你都没有看过，对，很久，这个十年前。你今天真的有很多东西，未来会变得很有价值。对，大开眼界，大开眼界，没想到 Sarah 可以有这么多神秘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很精彩吧，很精彩，真的，才不要拿一些就是大家都很已经很红的产品来给你看。对，哇，真的很厉害，果然是那个爱美妆的女孩。没错。最后就聊聊，因为你刚刚讲嘛，就是自从这一支口红开启了你热爱彩妆、研究彩妆的生涯。嗯，然后呢，从一开始你来我频道的时候，还是刚创频道的时候，对。然后呢，才过四年五年就，嘣，就是炸开了。好了，没有到嘣吧，就是有还不错。其实我遇到的每个贵人，像凯蜜也有找我来频道，就是也是给我了一些曝光率，就是。凯蜜，你就是知名的，就是明星彩妆师找我拍影片，我那时候已经快要吓死了，你知道吗？没有啊，你就找寇瑞化妆就好了。哎，这件事，这是最近的事好吗？我也是有起来了，我也就是也才就是有机会去接触到寇瑞啦，就是之类的人。对，还有我就是我的大拉力汤啦，感谢汤，我一直对汤其实就是我刚要起来的时候给我很大鼓励的一个人。哇，看着莎拉一路这样成长，没错，然后呢，未来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对，我们期待那天的到来。谢谢莎拉来到我们的频道，谢谢你邀请我来。好咯，那我们呢，这个如果想再看更多的这个哇经典的彩妆品的话，我们就期待下集，好不好？没错，我也很期待。如果你有帮别的美啊化妆，跟他们的故事，对，我也很期待。好哟，感谢莎拉。好，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